湾看戏啦。我台北队。来台湾队加油。没问题。真正啦，无人加呀，恁爸真正万叹死。谢谢。多谢。哦，谢谢。你要台湾的土地办活动，唔敢吃台湾。有没有人要给台湾队加油？还是要中国台北队加油？好，如果要进场直接往下，麻烦不要挡到我们进场动线哦，谢谢。不要进场的地方，麻烦不要挡到我们动线哦，谢谢。好啦，拢徛到啊，大哥会使，你不台湾去？过来，林大哥要礼拜无？林爽大哥要徛礼拜无？啊，你后边迄边对吼？台湾不是中华台北，台湾不是中华台北啊！一二三，大声喊两遍吼！一、二、三，台湾不是中华台北。台湾不是中华台北，真正有够气的，真正有够气的啦！压一个台湾旗都唔敢，是你惊啥啦？伫咧台湾家己的土地，伫咱遮办活动，他妈的中国台北 ，Chinese 台北，我们知道很无奈。我们用这个名字申请比赛，我们都知道，这是无奈的地方，我们清楚。但是我们是要告诉大家，咱这个国家叫做台湾，对不？对。不是叫做中国台北啦，讲了咸要流目屎，你知不知？丢不丢脸啊？丢脸啊！就拿一个旗子宣扬我们是台湾人，哪里不敢？反正等下教啦，有人教啦，我欢喜啦。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咱大家伫个遮讲中国中华民国嘛，无要紧哦。我跟你讲，现在独派的很开阔的哦，嘛无要紧哦。可是大家知不知道一件事情？就是两年前，才两年前而已，中华民国跟尼加拉瓜断交，你们知不知道？结果中华民国在尼加拉瓜的大使馆被迫用一块美金卖掉，大家知道不？因为你若无卖掉，就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掉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好了，我想真侪人听偌清楚啦，但是我们骂他也不遗余力啦。伊甲咱讲中华民国。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。哎、欸，有人要爱台湾旗的无？少年的，你若有趣味来举台湾旗，证明你是台湾人，好不？你不是中国台北的人了，好不好？骂我，个人看袂起啦。伊甲咱讲，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但是外国人感觉是
那是两个政府互不隶属嘛，你们都还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嘛，所以我们的大使馆会被人家半夜卖一块美金卖掉啊。事实上现在尼加拉瓜的政府还在跟那个教会打官司，要求他把那个原本中华民国政府的大使馆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，您知不？咱哪个他们家呢？苟延残喘，他们家运行苟且，咱个继续像这种比赛，在咱家己台湾的土地办，结果咱家己叫咱家己是中国台北，丢不丢脸啊？丢脸啊！我们也知道无奈啊。你拿到门票，我们知道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进去你要跟人家讲，您爸是台湾人啊，敢不是？对，你敢讲咱是中国台北人？任性！大家看那个机啊，那闪！我跟谁都没有恩怨啊，包括以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机啊，咱嘛噶某种程度咱嘛噶赞成啊，因为他现在是多数台湾人认同的，大家共同的象征的一个旗帜嘛，所以我们不去挑战他，好不好？但是啊，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是台湾人啊，啊，为什么给你一支台湾旗？你不敢偷，你不敢爱，你们爸开记者会开几十百场，今天你上激动，上激动啦，更小啦，尤其一挂，等下来的少年家，反正有较有气魄的。对啊，台湾加油啊！这嘛，台湾加油啊！啊，台湾其实啊，咱唔敢压，迄个少年的反正敢压，敢压甲拍无啊一个，予大家娱乐一个。压入去，主办单位若甲你动，少年的妈要闹鬼咩哦？要做中国台北人哟！主办单位若甲你动，你甲恁爸讲，恁爸甲伊输赢难满咧，甲恁老。是的啦，唔捌遮无礼貌，所以我讲拜托的，拜托的，伊在咱台湾家己比的，家己的所在比赛，啊，大家搁安尼咕咕比比，倒一天若真正去有共产党，咱即嘛足好笑的，你知哦？咱去国际间讲讲，阮是 Chinese 台北，阮是中国的台北。北京政府伫个国际社会讲讲，台湾是中国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伊造成一个啥物结果，你知哦？台北的政府跟北京的政府都到国际间去落实一个中国原则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中国，大家嘛知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敢是安尼？啊，咱大家不要无紧，有一天习近平讲，真正气消要甲咱拍的时阵，伊会甲外国讲哦，人台湾嘛讲伊是中国的台北哦，这是阮国家家己的代志哦，对无？阮的内战哦，阮的内战的延伸哦，就敢若共产党伫咧拍香港的时阵同款呐。有一天习近平哪里来的时候，咱要安怎？你有替你的子孙来想看卖无？真正，咱要求做一个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法治的国家，一个不被共产党奴役的国家，有这么难吗？咱做一个台湾人，这么卑微的要求，有过分吗？啊，当然是你惊啥啦？对啊，惊啥？来，我阮顾问讲一下，这场的记者会，真正心情正沉重。既然阮理事长当着伊的真感情，在几百场的记者会内底，即届非常非常的沮丧，非常非常的失望。来参观台湾队拍球的观众，既然参一支旗都唔敢举，咱徛伫台湾的土地，既然唔敢讲咱是台湾，咱是台湾人，咱的球队叫做台湾队。是安怎呢？因为这个事实，
凸显着中华民国存在伫台湾的荒谬性。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是伫台湾会使继续欺骗着台湾人尔，伊无法度行出去国际啦。甲伊若有法度好行出去国际，伊都用台湾的名，甲国际去比赛，希望伊袂使讲台湾。可见中华民国政府是继续欺骗台湾人，所以为今仔日的行动，为今仔日的事实，各位会使看到这点足明显的证据。中华民国是不存在，中华民国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甲中国国民党的这个控制。啊，咱来努力无？哎呀，咱无努力。过几年啊，免过几年哦、喔，就变作香港啊啦！台湾就变作香港啊，无偌久就变作啥物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啦！这恁敢愿意看到？啊？这恁敢愿意看到咱的未来的子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蹂躏，受到中国共产党对这个言论自由的牵制？阮今仔日要有法度伫这个广场吼来宣示阮的理念，过几年啊过无定着，徛伫遮都无可能啦。看今仔日的中国大陆，各位，敢袂使反省台湾的未来？敢毋免去反省担心台湾的未来？台湾无像阮安尼伫发声，台湾的未来好去好将，叫恁举一支旗仔。无人敢行，敢若看到鬼共款，情何以堪啊！阮的理事长讲到真正足激动的，讲到真正泪目屎，真正是情何以堪。所以，而且一个诉求，我希望咱台湾人勇敢站出来，爱有迄个勇气，讲到咱是台湾队，咱是台湾人，甚至。咱嘛爱督促咱的政府继续向着咱台湾主体性来行，因为看到中华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咱也看到中华民国，这只不过是作为台湾两党政治蓝绿恶斗的一个足好足好的借口。而且，我话祝贺咱台湾队今仔日会使胜利成功。但是，各位乡亲，各位在座的，肯定咱台湾存在的世界的价值和理念，或者是阮今仔日台湾国伫遮所表示足重要、足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观念，也是为着啥？为着咱的代代的子孙、代代的子孙，吼、哦，咱这代爱奋斗，咱的子孙才有幸福的未来。才袂继续受到中国共产党甲中国国民党的蹂躏。谢谢，多谢各位。我更生气的是，我最生气的是，在我们自己的地方。谢谢，谢谢。安尼的少年人，像安尼的少年人，等待完有救啦。像安尼的少年人。要有人要摕台湾机啊无？有人要摕台湾机啊？台湾表示有救，台湾表示有希望。有要人摕台湾机啊无？谢谢，谢谢，台湾人，要过来。嘿，有人要拿台湾机啊无？谢谢，太勇敢的，把台湾拿出来。